you're the tiger.今年除了是上海公报发布50周年，其实还是中美建交43周年，也是首支 NBA 球队到中国访问的43周年。在1979年时，华盛顿奇才队到访了北京和上海，所以这一次湖人队特别赠送印有43号英文拼写青杠的球衣给秦大使，纪念了这中美往来的历史。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金义，美国洛杉矶报道。